我要清醒了，就要等清理门了。啊，不过我一定要等你，等你清醒，对我才更近啊。子孙哪会当娶单亲啊？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啊！袂，我一定要爬起来。妈，你清醒啊！妈，这是大嫂去买药的时阵，我监视器拾到的画面。我即摆上重要的就是要你所安心，我还让伊知影，伊无必要去吃子倩的醋。为着万多无安全感，伊竟然甘愿用家己腹肚内底的囡仔来挂，这疑点你家己拢无认真思考过。敢讲我之前用的是假死的，至于真相爱着王爷，所以才会遐尼反常。我是怕他继续相信。再见，我爱超人。是阮爸命令，你嘛袂当答应啊！真正拢讲信任啊！你讲的代志是啥意思？是你用尽心机的安排，伊就是要我乖乖照你的安排，我就是真疯掉了。原来我是伊不想计划，伊不听想大，阿哥只想袂到，伊是丧心病狂的这种程度，你是怎个秘密？你说我人死啊，你还变作是鬼？之前你可以知影，我要保庇家己的亲人，不过你却安尼对待我。你莫来讲，我不会当讲。你真正是什么？